门队，和平交涉先发停。是因为宇超嘛是主客场双循环的比赛啊，之前应该是青岛队的主场啊，两个队。排名可能要计算小分，这五场球呢都要打完。其实对于你这种斗志来说，它会下降。嗯。两位球员都是左撇子啊。整个信心和状态跟上一次是不一样。嗯。又是一个。你手一紧，情势之下啊，惠希瑞登场以后，他心态会更加放松，嗯，对吧？杀了，杀中路。哎呦。好好好，因为很多年轻的运动员，他需要去锻炼。多的去移动，而且还是打一些手。惠希瑞这四个点，何平娇还是快速的抢攻，发挥自己的一个特点。急忙短球，压中路，还是按之前的战术在执行。哎，好球，就像伟杰说的一样，就双方各打各的套路啊，就
前面两个都失误了。后对角，抓一个反身，哎，想停顿，再出去，再出退球当中，嗯，失误了。再会，对。是失利了，对，您输了，对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可能就年轻队员也来要求自己的这种比赛，是吧？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对于年轻来讲，也是一种考验吧，需要修炼，嗯。心态来要求自己，对吧？要有一个国家队球员的这样的一种标准来要求自己。全力以赴，就没拍球就无论被动还是主动。行，这个打上了我就得分，打不上就听之任之了。对，就显得。在这场比赛里面没有很好的去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下压，关键时刻有两个扑网扑 球也下了，刚才这个反拍扑又下了。就他的整个的发挥是比较平稳。首先，咱们不说技战术方面啊，但是我觉得在整个心态的控制上，每一场比赛的发挥当中，我觉得他的起伏是比较小，非常平稳的一个发挥和输出。所以这也是在这次羽超联赛里面，我觉得费希也是一个亮点。嗯。全力扣杀，要放高了。